哈哈哈哈！什么声音？你们被我召唤了进来。什么？什么人在讲话？我是故事书里面的大魔王，欢迎你们来到我的世界。因为你们看到勇士闯岩浆的过程，所以我也把你们召唤了进来，要一起逃过这个岩浆地狱。在你们通往出口的时候，我都会召唤一个天灾来干扰你们，所以你们要自己加快速度，不然岩浆会慢慢的升高啦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哈！时间要开始啦！5、4、3、2、1，怎么办？这个石头很小，可能要轮流过哟。我要先，你要先吗？小心哦，慢慢的过哦。哦，那个石头在动。我起大台风了！小心！可恶，竟然没有吹到。他们就是之前来挑战的勇者，都失败了。小心啊，那边很小的。下冰雹！可恶，竟然没有把你们砸下来！看我的地震攻击！可恶，这样都没把你们震下来，我只好使出我的超级大绝招了，狂风暴雨！岩浆上升的速度，怎么办呢？上升岩浆！娘娘，我们快到了，再加油一点！你快进来！强风攻击！充满这个世界啦！很困住你们，岩浆大道。